谢谢院长，我们是不是请下苏院长？请行政院苏院长。苏院长你好。委员你好。我最近不知道你最近吃了吃什么东西比较多，吃什么东西比较多？你现在吃饭了？哦，吃饭啊。吃饭啊，配菜。对了，没配那个弹药啊，没配弹药，听不懂？哦，没啦。我感觉你最近你讲话拢变变球嘞。哎呦，我感觉你把行政院长做小了。没啦，郭大姐。现在你讲话吼，未输专门安尼吃枪击，你专门你大韩国语啊。没啦。把自己降格为菜办竞选总干事啊，所以我今嘛。我还敢不敢？我心目中了，我就不称你行政院长了，我就苏总干事。你好，美丽的，我不是行政院长，我都来坐遐哦。不了，在我心目中了，是安尼啦。心目中，心目中是安尼啦。我哦，我称呼你苏院长，可是我心目中认为你是总干事了哈。你先不要讲话，我让郭扎铁讲，二生制必以二生还呐。不了，你先不要急。我会让你讲，你是苏院长，可是在我心目中，你自己把自己降格了，去跟林万利抢位置，去当苏蔡英文竞选总干事。林万利，你需要了，你需要哦，我替你觉得不值啦，贪恋官位到这样的一个地步，我给他来。看苏院长怎么说。过去廖南美，我们回到刚才那一张，你美韩国瑜为什么提这种人？没有看过这样的总统参选人哦，也共产党没，也共产党没。你叫我讲，你可能吃枪击呀，吃枪击才大枪击哈。来，我们来看过去你的历史，你骗新兵，骗人民。一路骗，你公开说你不会选第三次新北市、台北县长，你骗人民。沈春华的干部，你说我出过阁了，我不可能再出阁，结果你嘛出阁。人家出阁跟入阁不同呢。不出阁哈，你说你已经不出，不会再入。委员，你分袂清楚。而且没叫。主阁不叫入阁，你怎么好意思讲？好，我跟查你讲哦，来，结果陈菊啊，跟你妹，陈菊的功好，韩国瑜神明也敢骗，他没有想到说苏贞昌神明也敢骗的，所以陈菊是美人而狼，今天美韩国瑜，今天美苏贞昌，再来看，你看，这里的罄竹难书啊。你对别人足严的，吼、哦！你做院长啊，变变叫，所谓治军很严呐、啊。对部长对你部下真歹，对自己很宽呐、啊。别人拢袂杀你啊，你拢会杀你。好、哦，别人代职参选不可以，你自己代职参选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别人都怎安呢？你怎安呢？所以你在我心目中，在我心目中。你就是竞选总干事，我替你感觉到悲哀，我替你感觉到不值，我替你感觉到可耻。你一定做过两届行政院长，搁做蛮得外久，哦，2020变天你一定没得做。万一不信，蔡英文搁连任，也不一定轮到你。你有必要这样子吗？作践自己吗？啊、哦，来，我们再问你，你是不用回答了哦。一立修真的要重新检讨。罗岗想要加班呢，无班都加了。我厝的我伫遐早上，礼拜天早上出外口行，我去运动完毕回来买个早餐，几乎早餐店都没开。除了麦当劳以外，几乎都没开。一立休结果，结果那些
劳工呢，加班工时连续十个月下滑，有些劳工想要多赚点钱呢，出口也减少，所以是劳工输了，企业输了，小老百姓礼拜天想吃个馒头，馒头店关了，你们该谁接了？委员，会当做个国会议员是真无简单呐、啊，这是国会殿堂。是，我是依据宪法来回答立法委员的质询。我是根据我的质询，良心跟你们。利用这种时间，要好好把握来谈国政。这国政呢，一点像不是国政哦。只有一直骂哦，啊，又不能让人家好好的来谈国政事务，很可惜啊！我很多国政要谈的方面的题目，以委员的学养，我后面很多委员的学养，请先，跟今天的身份，在国会的殿堂，光只有这样，可惜了，可惜。如果我有很多问题要问，因为我有很多问题，但是我心里话一定要讲，是的，我是民意代表，我代表人民的声音讲出来，这个是人民现在看你的声音，所以你要尊重我，是，不是？我讲话，所以我是说可惜啦，委员。而且以你的学养哦，还是你讲的，韩国语不能比啦。啊，你要降格到等于替韩国语在讲这些，啊，可惜啦。你降格替蔡英文讲话也可惜呀、啊。可惜，这到吹够没有意义。我后面很多有水准问题了。我们来谈，不要浪费我时间。国政，我先跟你谈国政了，一定就是国政。跟你谈国政，你没有回答我、啊。欸、你不能画胡乱了，回答我一立一休，你看我怎么样？那个劳工书、企业书、社会书，你怎么办？我问你这个。我想国政回答。那国民党当时是主张两立，怎么说？别、欸、讲国民党，你是执政党，你就是国民党的委员呢、啊欸。你是执政党，那你当时在这个里国会殿堂，你是主张两立的，你怎么说？我当然可以啊，这个现在怎么修？韩国怎么修？我不知道。但是，我提出来这个问题，这是国政啊。对，你啊，对，不会回答。在当时的，你看两党之间，民进党一立一休都被你骂死。可是当时你们是加码要两立呢？你怎么知道加什么两立？当时你是这样呢？你怎么知道是什么样的两立？你根本搞不清楚。我就跟你谈国政，你不敢谈，你恶良谁斗？你都同刚才，我们再看下一题，都是用形容词。再看下一题，来，再看下一题。在谈问题，好可惜啊！好可惜，你也好可惜。你把自己做小也好可惜啊、哦！来，我们台湾经济边缘化，请陈美玲主委一起来。时间暂停一下。请陈主委。我都跟你谈国政，好、哦，我都跟你谈国政，加上民意代表，哎。代表人民讲心声，民党不要了，连球球都丢了。我也当过。你不要发脾气呀、啊，你不能得国人骂国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不要把人家小看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学经历都不会输给你呢。来，请问，你可以回答，苏院长也可以回答 ，CPTPP 什么时候生效？CPP 去年就生效了，生效了，我们加入没有？没有。院长，你还好没有加入哦？什么时候可以加入？我们在努力中啊，我在委员会已经跟委员报告过了。院长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水准，部长的水准，来这里不知道答案呐、啊？那你得挂把旗号，把那个这么值钱的委员您，委员您这样说非常的不公平啊！大木鱼，然后调高，你不要插嘴。把这么值钱的黑尾鱼换大木鱼，渔民亏了好几亿，还外交部长讲大哥哥大哥哥，这个人不敢来修 ，CPTPP 日本人主导，不给我们加入，我们抱大腿抱了多紧了、啊。谢长廷谢代表，一切日本养他的鼻息，结果不给我们加入啊。他在主导啊，日本真的把你当好朋友，就给你加入了，为什么不给我们加入？陈主委为什么没有？没有人说不给我们加 入, 加入、啊，甚至很多都是希望我们能加入，包含日本的商会都希望我们能够加入啊。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加入？
那我们在努力中，因为它有一定的程序，必须要经过所有的这个参与的会员同意。给我时间表。跟委员报告，这个努力。这是你的格言呢。这个不是时间表的问题，我们要尽量的努力，能够越快最越好啊。那我再问你，等一下，不要急，你不要急。要不要我回答？要不要？你讲，要不要？问，哎呦，不给我讲。对，你不要。就这样，不要急。Accept 什么时候生效 ？Accept 已经生，明年吧。我们可不可能加入 ？Accept 目前是比较没有机会。你应该说中国大陆主导，绝对不可能加入。这句话就对了，对不对 ？ECOWAS 明年到期，会不会被取消？招收清单会不会 ？ECOWAS 没有说明年到期啊。十年到期哟、哦。没有啊。签的时候十年到期。条文里面没有这样。明年六月，他可以提出来。条文里面没有这样写。大家都知道的，连没有没，我们查过的条文里面没有这样写。连陆委会的主委都这么说，你给蒙你。这个陆委会主委比较清楚，你传了蛋呢。他陈明东说希望 ECOWAS 能够继续，这是讲的。结果陈明东我们在没有委员，您刚刚讲的是说明年会到期，那我告诉你没有这个事情。那另外，我们目前也没有收到任何中方要终止的这个讯息，这是没有错的、啊。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够继续。你希望他继续。对，因为这是维持。请问的，何立功，何立功，中国哦，爱去台湾哦，什么手段都可能，什么时候搞什么事情都很难讲。它是个集权国家，就好像自由行一下又可以截止，连团体来都可以。所以中国不是用经济在看事情，是用。一切是为政治服务的，我们也是这样看的，跟我不太一样、啊。我们也是看政治的哈、哦，不一样、啊。我们有立法委员可以在这里，请问你不用负责。请问你什么话？不用负责，我对中国负责、啊、叫免责权、啊。我对选民负责啊，什么不用负责？不用讲的不好，免责权、啊、不要投我、啊。所以你才不要负责、啊。中国没有这种制度啊，院长。我中国有这种制度吗？我觉得你中国有，院长。国会议员可以指责习近平这样问吗？可以指责李克强这样问吗？我们也不能指责蔡英文。台湾的国会议员可以替中国讲话啊？中国可以替台湾讲一句话吗？来，院长，前几天一个台湾人拿着我们的国旗在中山陵前面就要写悔过书，你怎么不讲半句话？讲国事，讲国事。那个就不是啊！讲什么国事？国人。如果你今天是经济主委，中国要求写悔过书。国人拿着国旗被中国要求写悔过书，这怎么不是国事？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讲？我还有问题来，你如果对中国你一句话都不讲，对自己的人，我敢讲啊，反讲了一堆情绪的话，很可惜的，我不敢讲，我反对过两次，怎么对自己人讲一堆情绪的话，你敢对中国讲吗？我敢，你敢对中国讲？说为什么对我们国人拿着国旗？要他写悔过书，我敢。我没有听你讲过啊。哎、为什么讲给你听？奇怪，你那个场合我没有去啊。习近平讲一国两制台湾方案，你为什么不讲？我绝对反对。你有什么时候讲？我这个时候讲啊，这国会殿堂哎。我们讲你才要讲。我讲、啊、你，中国要求台湾的媒体人做对他的报道，你怎么不讲？哎，今天我如果我当院长，你来问我了。我是立委，你不要问我好不好？我们不是在对话吗？没有对话这个，我没有问你这个、啊。你不是在问我吗？我没有问你这个。你问你这个国事啊，我就讲国事。不是，你问我什么时候，我就讲中国一切为政治服务，随时都可以这样。请主席主持。你不是在问我吗？请你听，请你听这话题。我们跟你讲这话题啊，你。我来，我点讲啊，较袂烧声啦。袂烧你好，来，最后一个问题，根据你们。你们规定，只要网络上有5000个人提案，你们就要回应。现在5000个人提案反对苏贞昌院长出造的拍板高铁南移，5000个超过了，几天前就成案了。按照规定，12月3号以前，国
委主委要负责回应，怎么回应？跟委员报告，大家没有看清楚我们的游戏规则哦。我们现在是已经有复议的，已经成案没有错。我们是在会两个月内会由这个主管机关对这个提案人做回应。你不是国发会主委？你不是主管机关吗？这个业务的主管机关是。好，谢谢赖委员。谢谢赖委员，因为时间到了啦，哈、哦，谢谢苏院长啊、哦。不是啊，这个无麦克风啊，你讲伊嘛听无。两个拢烧声，恁两个拢烧声啦，啊，好，谢谢啊、哦。